但徐麗泰早前被指在是否參選問題上立場反覆，民望下跌，很難跟梁振英和唐英年競爭，他認為分析有道理。我的確是明民望下滑，亦都的而且確是因為呢就大家覺得我是講的說話呢好像前言不對後語，是不是？所以我會盡快決定這個月底支持。另一名熱門參選人唐英年就形容范徐麗泰是很能幹和值得尊重的朋友，會尊重他的個人決定。至於他本人又會何時決定是否參選呢？我都知道有很多人都是期望我可以盡快表白我是否參選的，我聽到這個聲音，我會盡快作出決定。而正在被選的梁振英亦都重申會盡快公布決定。范太委其他人他們的計劃都是他們自己的計劃，但會不會是月內的時間會盡快向大家宣布。至於競選政綱會否提及23條立法以及早班等問題，他就表示要稍後再談。